Thank you.
Hoi.撒土地。
基本上是半斤八两。我现在一直在陪他，给他做个专辑。今天没戴口手套，没戴帽子。我母今天没戴手套和帽子。他戴手套是因为和别人握手的时候有汗。他跳了非常流畅那种。是非常优美，看了最后拥挤差不多，他拥挤关系不一般，他也没有加入左右唱那个左右唱的，但他们关系非常不一般。拥挤今天没来，哎，怎么回事？那个这边有个人，他加入那个团队，他一直在等他，然后之前。传媒学院那个总高姐那个，她说我让云峰拍了她那个嘛，我也拍了。然后我问她加不加入，她说没有，想加入但是太远了。她在郫县那边传媒学院，这边过来的话应该起码一个半小时。那个学业，我就让她不要过来。知道温博跳得好，他们也在拍。温博和那个扎西。这个我知道了，他们两个肯定。